一博生日快乐，今天是2021年6月24日，也是我70周岁的生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大的荣耀感，这么多快乐，这么多幸福。你这么有天赋还这么努力，我们真的为你感到骄傲。你真的是个好孩子。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？我想的是长命百岁，有点奢侈吧。可是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够陪你走得更远，走得更久。以后如果还有这种活动的话，我每年给你录一个视频，也许你根本就看不到，因为你太忙了。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把该要说的话在这里说，万一有一天你看到了呢？你如果看得到的话，你会看得我一天天的更老，我陪着你，看着你一天天的更好。我们一起努力吧。哎，千言万语说什么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可能现在跟你说生日快乐有一点点早，是不是？但是没办法呀，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想跟你说这句话，想跟你说送上这个最诚挚的祝福。我抢不过他们，因为我太老了。还是千言万语一句话吧，要不然我越来越语无伦次了，太激动了。哎呀，王一博生日快乐，永远健康，永远平安，永远快乐，拜拜。